创新为魂，降噪筑梦，跨入新世纪，伴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，传统食品盛装容器行业迎来了变革与创新的崭新时代。以创新为引领，以品质为根本，江西省易寇实业有限公司秉承着降噪精诚、品质立业的使命职责，结合国际领先理念，运用最新技术工艺，致力于打造食品容器及陈列道具领域领先品牌。根植南昌，江西省易寇实业有限公司暨人创展柜有限公司的延续，历经十余年磨砺，目前已经成长为一家立足江西、面向全球及研发、生产、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化生产食品容器及陈列道具的综合性企业。公司所生产的食品容器及陈列道具销往全国300余个城市，出口近100个国家和地区，成为行业内首屈一指的知名品牌。质量是易寇实业基业长青的保障，为全面保障产品一流品质，易寇实业建立起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，绝大多数产品均具有 SGS 认证，并通过 CPB 测试。公司所生产的重力舱系列、食品盒系列、生鲜系列、配件系列等众多产品在行业内享有盛誉。做精品铸品牌，十数年来对品质的传承、对客户所需的精准把控、对创新理念的坚守，已成为所有易寇人的共识。一路征程，易寇实业重视技术研发的深度与宽度，先后与南昌大学、东华理工大学建立起长期合作，构建起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体系。依托丰富的零售行业经验，易寇实业借鉴欧洲及其他地区散装陈列道具的先驱理念，紧随国际发展新趋势，结合中国国内市场的调查，公司面向食品企业、卖场、商超、精品连锁店提供的优质、前卫、环保的个性化陈列方案，得到了行业的广泛认可与赞誉，先后与步步高、人人乐、欧尚等国内连锁商业龙头建立合作，确立起行业领先的市场地位。在开疆拓土、纵横捭阖的征程中，易寇实业紧随潮流，积极布局电商零售，在淘宝、天猫、阿里巴巴国际站线上销售单数累计达50万单，并在线下设有展厅，销售单数达数十万单，形成了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。拓宽市场的同时，企业荣誉纷至沓来。多年来，易寇实业先后荣获众多荣誉称号，立足江西，走向世界。竭诚奋进的易寇人正向着百年易寇的目标砥砺前行，为助推中国食品行业健康发展建设注入源泉动力，携手广大同仁，描绘出新时代的恢宏画卷。